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。这么大的上海，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看见悲剧，我还想笑。啊，也许你已经知道《暗恋桃花源》的故事大概是什么。买到票的观众朋友们，我谢谢你。我们这一版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好好笑。你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体会。赶快去买票。